我们的红队是 Believer， 欢迎 Believer。奇怪，康哥，你有没有？对啊，你们团员怎么多了这么多奇怪的人跟女的？我们是36段本利绿豆门，没错，36段本利绿豆门是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合体。我有没有跟你讲，这个乐团就是在乱搞，才一个礼拜他们就合体了。谁跟谁？快，他跟他合体了，他们两个。那今天你们要安排什么歌曲呢？我们今天安排的歌曲是《残忍温柔》。这是谁的作品呢？是我的作品。你的作品啊，都会吗？其他人都不会。那不会上来的意思是凑人数。哦，OK， 想说就是想说过个年人数要多一点，是不是？看起来比较热闹。对啊，哎，那白头发的。白头发的嘞，他跳槽了。你没上来，这组人是废团的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讲？很精彩哎。反正今天过年嘛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《残忍温柔》。残忍温柔，掌声鼓励一下。Believer。36段回旋踢首次合作，这样的组合能为本利门赢得好成绩吗？主唱深情飙歌，评审无情批判。我觉得今天的主唱再次证明啊 ，Believer 的主唱为什么不是你？我对今天的表现只有两个点需要送给你。不懂。是拉克内，说出坚持。What?
会绕得我开，知道的主宰，好想为其宣道，好不留情地甩掉他的温柔，没有脸见评审，你难道是在演对一出的啦？刚刚的剧情是，对啊，我只是希望把本地门加入36段的元素而已。就帮，其实我是帮互相圆梦的，我们也很喜欢。谭老师已经加得太烂了啦。我是觉得我还是不能接受这个搞笑版的 Believer， 完全破坏了 Believer 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。男主唱个性很倔强哦，声音一直不知道跑去哪里。我觉得今天的主唱再次证明啊 ，Believer 的主唱为什么不是你这样子 ？OK， 还好不是你，好伤人、啊，还好不是你。今天本立门新来的吉他手，让我觉得这是我五年以来看过最烂的吉他手。哦，哦，橘子啊！电风扇把脸都挡住了，我不知道这表演要怎么看。对啊，那个。一个很奇怪的前奏跟一个很奇怪的 ending 哈，辛苦了你们。老师都不知道说什么。观众比较辛苦啊。太丢脸了，丢我们的脸。李树全老师，我对今天的表现只有两个字要送给你们。嗯。不懂。完全不懂。你们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刚才李老师有特别问我们大家说，今天怎么回事？就我们不晓得是怎么回事，我只能说他们挑错人了，应该怎么会有这么烂的结合嘞？这表示我想下次也没机会了，就是因为最后一次才要把握机会。不是啊，你们不能把这样子的团弄到我红队来啊，对不对？不公平嘛，对不对？今天起，从今天起，我不主持这个节目了。哎，康哥，康哥，我们今天好像也是最后一次主持了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那算你们好运。好了，赶快下去了、哎。谢谢 Believer， 谢谢。对。